喂，我为大家报道下呢部单车啊。首先睇下价钱先啦，24寸碌喎，都算 OK 嘅喎。即系一个男人都可以踩到啊，女人又踩到，154蚊啫。咁咧睇下前面个链柄咧，前面有1、2、3托链柄。你叫佢做链柄又得，叫佢做齿轮又得。后面咧1、2、3、4、5、6，3×18，即系18个组合，16波。呢啲咧，如果我系青少年嗰时咧，呢架拎出去已经系顶级噶啦。我系嗰时嗰啲蝴蝶头嗰啲好渣嘅啫嘛，即系有两条咁嘢喺度拨下拨下咁样又。就話轉波啊！呢、這個直頭咁樣轉波喎，呢、這個好好型喎！呢、這個轉波，我哋嗰時係有兩條棍仔咁樣擰下擰下嘅，仲係要一路行車一路轉波嘅。你唔行住架車轉唔到波。而家有啲咧要停咗先轉到波添喎。唉，越嚟越複雜啲嘢。嗱，細路仔車呢架都149啦。好啦，介紹一下啲好嘢俾大家睇下。咁樣識做啦，記得訂閱啦。